一節風暴消息，八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仍然生效。咁喺上晝4點咧，颱風天兔就集結喺香港嘅西北，約120公里，預料向一個西北偏西嘅方向移動，時速22公里咧，橫過廣東西部，並且咧會係進一步減弱嘅。咁天兔咧已經係逐步遠離香港，咁佢嘅強度咧亦都係減弱咗嘅。咁但係睇翻本地嘅風勢咧，雖然係有啲減弱，咁但係咧部分地區，特別係南部嘅地區咧，仍然係有吹烈風嘅。咁所以嗰個八號信號咧，會喺晚間咧繼續維持嘅。外邊天氣點咧？要問一下咧，成晚都係尖沙咀嘅羅文麗啦。你嗰邊天氣點啊？鄧俊輝啊，而家尖沙咀嘅天氣咧都係好唔穩定噶，咁啲雨咧都係一陣陣咁樣落啦，風方面咧就時大時細咁樣，有時咧就好似而家咁樣比較風平浪靜，有時就比較大風，吹到啲廣告牌咧都搖搖欲墜，咁我哋有部分嘅採訪器材咧都差啲被吹走噶。咁而街上面咧，其實都已經冇乜人噶啦，咁之前嚟呢度睇浪同埋追風嘅追風一族咧，其實都已經離開咗噶啦。我喺呢度報道咁多，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啊。唔該曬羅文麗同埋採訪隊㗎。而截至凌晨1點咧，有10名嘅市民喺風暴期間受傷，到公立醫院急症室求診，4個人要留醫，其餘6個人治理後出院。而喺天道吹襲期間咧，政府係收到最少51宗嘅冧樹報告，未有水浸同埋山泥傾瀉報告。喺西貢大網仔新村對開有大樹倒冧，樹幹折斷，橫卧喺馬路上，啲車咧唔能夠前進，消防員到場用電鋸鋸開樹枝再移走樹幹㗎。八號信號之下，多處都橫風橫雨，由梁家寶講下。天兔威力有幾大？去馬鞍山一帶肯定感受到。狂風加上大雨，帶咗遮都冇用。冇遮就更加狼狽。尖沙咀碼頭有大浪拍上岸，但係都阻止唔到呢一班追風族。感受下八號風球啲風浪啫嘛，所以睇浪啦，睇下幾大風啦，睇下啲人跌親啦，都幾好睇啊！咪啲浪打埋嚟咯，但係怕唔怕危險？唔怕，好危險㗎！好大風啊，好刺激啊！我搞唔到嘢啊！警員加緊勸喻佢哋離開。平日逼滿人嘅街道就冷冷清清。喺天星碼頭大廈呢一幅外牆廣告布幕搖搖欲墜。警方封鎖現場，唔俾市民接近，以免布幕跌落嚟擊傷途人。亞洲電視記者梁家寶報導。我哋會繼續同大家跟進住風暴消息㗎。